就先不说。我们这样子，我们先跳，然后先学动作，来吧，好，学动作，好嘞。二二三四不动，然后五六七八蹲住，小心你们的脚啊。七八七八，这咋劈的吗？咋劈呀？啊，疼疼！七八，哎呀，七八。等。没事，我远一点，五六七，姐姐太疼了，然后把头抬起来，姐姐撑不起来。民族舞和我们平时跳的偏现代一点的舞还是很不一样的，他们之前没有学过，所以学起来会有一些吃力。我们要把前面的排一下，我们有没有那个可以翻的？来，我可以，我可以，我可以，你可以吗？我可以直接翻出去，让我感受一下。OK， 搬腿能搬的上，打扰了。宣一会，宣一上，哎，我觉得第三个适合我。试一下吧，哎，这挤的时候起身啊，我说起起，哦好，你控制我。二二三七，五六七走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转，五六七八。你看超越被这个组合逼的，现在跳舞跳得多好呀！真的，激动的是多快？对，激动的好快啊！